鸡翅你就像我这么做，老好吃了。如果你看完我这个视频你还是学不会，我提了二斤鸡翅上你家交费，大家老香了。准备隔壁小媳妇给我送来的鸡翅，背部给它改成刮刀，方便入味。鸡翅给它放入清水中，用清水多投一几遍，留着备用。腌制放葱姜，料酒一勺，蚝油一滴的奥尔良腌料一勺，戴上你性感的小手套，用你的右手给它抓拌均匀，腌制20分钟，油温50下锅炸。老铁们，鸡翅下锅一定要小火慢炸，火太大外边糊了里边还没熟。红标主页更新了数百种家常菜，如果你手机还有电，浪费你一秒钟的时间，给红标留下一个双击，让我也上热门，感谢大家支持。炸至金黄熟透，捞出控油备用。锅留底油，放孜然芝麻烧烤料辣椒粉，咱们给它小火炒香，加入鸡翅，咱们给它翻炒均匀出锅，美食制作完成，老好吃了。